尽管搭载正向性，但是通过的部分工作是可接受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个比较强的就是 Type， 就是正面叫如果什么情况下用 Type 的基因在整个基因的正面、背面、侧面的覆盖率非常小，只在背面覆盖了一小条、细条的这样一个位置。是在背面竖上的一小条条嘛，叫一个竖条脉。整个看起来呢，非常清晰。这应该说比发布会上面的长得比较还要更加清晰。总体来看呢，是比较一万多，整万多，就是说有一点，但是就是少到了一个程度。先不管这样，我们继续的啊，我们上下边框呢，也可以。